亲爱主的儿女们，早安！我是万金圣母圣殿的教友。夜晚睡眠时，感谢天主护佑一夜平安，清纯的凉意使我在睡梦中清醒。谢主保佑一夜之恩，感恩爱我们的天主保守恩赐今天的生命。临近早晨的赞颂蒙主悦纳，现在与大家分享一段天主的话语，圣若望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至十七节。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也要求父，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，因为世界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与你们同在，并在你们内。天主在这篇福音中明白地告诉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。天主这样爱了我们，他派遣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又差派圣神护卫者临在我们内，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道路。想想我们有爱主遵守他的命令吗？现在唱一首圣歌，圣神，我们全心欢迎你，赞颂我们的亲爱的天主。耶稣加油站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。